大家好 ，STLong 今次就介绍屯马线一期通车嘅叉电线。咁呢个本身就系屯马线通车嗰排，我唔知几耐啦。第一日就冇缘遇到，咁就有啲人派嘅。咁我都过咗咁多个月都系遇唔到啲人派，咁所以结果要用40蚊买翻嚟啦。有啲人炒成百啲200蚊，黐线！一条叉电线都俾人炒到咁贵，好惨啊！咁啊，等。以我印象是第一件有铁仔的立体纪念品，有立体的铁仔。之前就有些印在散纸包上面的铁仔，加铁路港铁的网都已经有得买了。唉，我嘥那么多时间出去搞手机死。我相信屯马线一期通车就只有这些派发给人的礼物，而不会有什么卖出去的產品啦，系啦，我相信應該好似西港島線咁，等埋西營盤開通咗先至整紀念品，系啊。咁鐵仔話 get ready， 為你信極速連接，屯馬線一期極速連接三合一電數據線，充電數據線，睇住留咗個充字。咁啊，有三種啦 ，Lightning、Micro USB 同埋 Type C 材料尼龍軟膠，輸出5V EA， EA 唔係清楚係咩，功能充電同埋數據傳送，電線收納器。哦，呢個屯馬線一期係電線收納器嚟嘅 ，OK， 軟膠。因为头先影到，注意唔系使用嘅时候就将条电线掹咗佢，唔好将电线放喺近水或者高温嘅地方，唔好俾 B B 接近电线，咩电亲定系勒死佢啊？咁啊，有个好开心嘅铁仔差电 ，OK， 佢咪调转咗？哦，唔系呢个尿袋嚟嘅，唔得啦。啊，咁啊，睇曬六面啦，咁就開咗佢先。唔係好清楚咩生產商啦，呢個咪 F， 唔知係咪生產商，唔知佢。咁今次有趣地，佢係冇嗰啲正常嘅紀念品會有嗰隻膠紙黐住。好，咁啊個啲頭啦，跟住金色線，再加隻鐵仔，然之後屯馬線一期。好似 banner 咁，哦，系啦，即系咁样拍埋收纳，几有趣啊！因为我睇相就唔知吓，点解会零舍舍有个屯马线一期 banner 有咩用？原来系绑起佢，哦，就系代替呢条橡筋。我最主要买呢个就系因为banner 其次啊，最主要就系有个咁嘅立体铁仔，几得意，可以知道佢有几肥嘅，立体咁几扁啊，比我想象中，我谂系圆少少嘅添，比我想象中扁。咁今次都少有地有港铁 logo 啦，咪唔少。廣告或者資訊嘢嘅時候，都係見佢冇 logo 嘅，係啦，唔知幾時有幾時冇。咁今次屯馬線通車，佢就有個 logo 啦嚇。不過佢突得滯，哦，佢係另外喺呢陣紅色上面再加多陣深紅色，再加白色，黐線喎！都好多工序齋整個港鐵 logo， 不過搞到太突啦。是不是印刷的话太易甩色啊？不知道啦，系咯，总之系太突啦。咁佢话呢个铁仔嘅设计系跟呢个 Q Train， 但系就唔系好觉得，基本上系咯，边忽似 Q Train 都唔系白色嘅。你不如话跟翻你自己
啲指示牌嗰、那個列車 logo 算啦，再加呢、這個佢話集電工咪三執毛，邊係集電工？唉唔理啦，唯一次就係呢個咁嘅燈咯，咁都唔止 Q train 嘅 ，C train、S train 都係咁嘅設計 ，C A 都係啦，全部都係啲咁嘅勁窄咁嘅間眼燈。不過都今次扁得滯都睇唔到嗰啲白色嘅，就係幾多個坑紋咁。咁呢度再去咁話啦，原本入面就呢個迷你 USB 啊嘛，跟住呢個 C 頭啦，然之後有Lightning， 咁全部都係咁懟入去嘅啫。咁就試下攞嚟插部 iPad 睇下點啦。咦？怼一只铁子入去，咁啊企啊，反地心吸力咁企咗喺我个火牛度。咦，我部 iPad 咧，我插电啦。咁啊，唔知有几快啦，应该唔系快插嗰啲嚟噶嘛，应该都有排都未插到1%。系啦，个用法咁啦，咁佢个效率嘢啊，很清楚啦。大家都唔会，都唔会真系，大家买嚟翻，依家系啦，依家要买，大家买翻嚟应该都唔系真系为咗插电嘅啫，系嘛？唔知啦，咁啊，我睇下，嗱，依家27分，我睇下去到几时加1%？咦，已经57%咯。啊咁依家再睇啦，始终未必睇多睇到1%啦。好，咁依家58%，咁大约要2分鐘到7%啦，系啦，大约要2分鐘。哦，系唔记得咗用下，系啦，你唔用嘅时候咁样包住啦，整齐啲，冇咁易棘住。我先去拣金色啊，咁啊睇拉长咗之后有几直，唔系拉直咗之后有几长啊。阿先呢度系呢度，60厘米左右啦，以我印象，有冇讲嘅就呢度，唔使我咁样略估，系冇讲嘅，系啦，咁我印象之前度过 MLR 就好似系60厘米啦，系啦，咁啊咁都几长下，够用啦吓，尿袋嘅话真系太多啦，喺呢个尿袋太长，一定要翘翻埋佢咧。系啦，咁基本上都唔系真系用嘅，买嚟真系见嚟摆嘅啫。我之前嗰个喇叭都系冇用过，系啦，本身 iPad 把声嗰个声已经够，都唔使真系用喇叭。但真系几得意嘅设计，系唔知有几多人买嚟会真系用啦。咁好啦，今次条插电线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喜歡的 like 記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